三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明明就接近了。没办法开门回萤火那边。这边鲶鱼火有 NPC 可以打，这里吗？好，来试试看。渔火，渔火。渔火长什么样子啊？渔火，我弄了啊。有呢，在哪里啊？哪里有 NPC 可以打？这样就绕一圈回来了。走另外一条路看看。好，这是什么？这么大？奇怪，那边发生什么事？要走的啊！哦，好险！这一次我必须先鸵鸟。哇！凶残的家伙。门可以开吗？也不行，什么门都不能开。
边口木啊，这路。自爆的。先看过你了，很讨厌你，麻烦的小家伙。难不成可以跳过去吗？算了，怕怕的。那几个人都拿着带有火焰的武器。火姑婆。醒的话就比较还好。来了，来了。看这边是在警告我，真的，当心前面伏击，我已经中招了。又来啦，又来啦！他居然没有吃到。现在最烦了。嗯，不过我如果走这边跳下去，说不定还是比较近一点的。对，我这样就可以直接到靠近塔。
哇，被发现在我身上产生一些白色的雾。为什么有一只趴在那？啊、哦，这边是来伏击我，如果我去捡那个东西的时候。过多久就可以收集一套守墓人套装了？这个门应该是那个大门，终于让我推开一扇门，是吗？哎，不一样哎，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前进好像也没有路了，剩下一堆这个。
想这样跑下来就可以赚到600经验，还蛮赚的。哦，这个锁定有毛病啊！那一次倒是没有那一只小只的。可恶的家伙，要打你啦！哦，你还会喷火？顺利顺利，我是打得赢的好吗？从后面冒出去。哇，被刺，有这种事？啊，太爽了！真是的，还多坏我一瓶锤。打吗？不打我走了哦。好，我走了。终于往前迈进一点。地上什么？是可以打的。而且还蛮硬的。又没有掉什么东西，到底觉得那个烟可能不是很妙。一针不止一个，
法师的，没有很强啊，砍两下就死了。法师也不是说很痛，分类他会打鱼吗？电梯。感觉我好像找到网了耶，这边又是哪边啊？一下门了，才不会马上又死嘞！看我活这么久，我终于开了一下门。绕着他跑啊，下面是无底深渊。是你啊！哇！
在他手上。我刚才有看到一条路，我不用穿越那个的，不用穿越那只可怕的大怪物的。左边又是去哪？好深哦！我天啊！哎，躲！原来这边就是一个宝石。传东西突然跳下来，然后吃我的。哎，我被追到了！我还以为那边是。这边是安全，你抓不到我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知了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